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屏东的新民人钓虾场。他这家钓虾场，他也是跟其他钓虾场一样，是一个复合式的钓虾场。不过稍早我有先跟老板确认过后，好险店家他们是愿意让我来这边拍摄。各位，今天是2月10号的小年夜，然后它里面的座位几乎坐到快要满了，哎，夸张哎。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钓虾看看，说今天的钓况会是如何吧。Go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有先量过这边的水深了，它这边水深差不多有5尺深哦，然后左右的深度差还蛮多的呢。但是我今天一样要玩天平钓组，因为它这边双钩的话，他们会送一杯饮料啊。虽然说刚刚店家他们已经招待我这一杯饮料了，感谢他们呢，好不好？等等的话，我应该是钓个2个小时就准备回去了啦。那我们去开单吧。哎，你要想开2个小时 ？OK， 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已经开好单了哦。他这边2个小时是450元啊，虽然说他们一次开单3个小时只要550，不过我觉得如果今天钓况好的话，我觉得钓2个小时就够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开始做钓吧。哎，各位啊，是说我觉得他这家虾场很特别的地方是，他这边是十称十放哎，8只干5斤，我觉得这个量算还不错哎。哎，浮标被拖走了。哇！因为之前我们来屏东这边钓的时候啊，那时候钓的店家好像都，哎，一放下去浮标就被带走了。嗯？怎么回事啊？连续放2枪哎！哇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是土豆千里迢迢跟各位一起来屏东钓虾，可是结果会是如何呢？哇，浮标又沉了，希望这次可以中了吧。哦有，哦，各位啊，这第六只虾终于起来了。不过这个虾的体型呢，感觉还蛮肥的呗。浮标被带走了。哎，哦，哎，各位，我们起的第二只虾也是正吃的哎。哇，各位，我觉得现在钓况硬到炸了。我现在钓40分钟了，就只有那2只虾而已。好硬哦！
不要沉下去，而且很沉呢。嗯，有吧？孩子，该起来。喂。哦。天哪、啊！这只就是勾到虾子的须须。今天钓胖蛮硬的呢，不然等一下我们换到对面的角落位置试试看好了。哦，我们好像换位置之后有讯号咯。你们现在有发现浮标抖动频率非常奇怪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有海鲜在碰它。只是这个状况好像有可能只是我们的钓组勾在他的身上呢，不然我们轻轻的开枪看看好了。来放枪。嗯。各位啊，希望他放虾之后啊，等等钓况会好一点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各位，这只有出哎、欸！这是一只虾母啊，只不过我们现在钓了差不多90分钟了，这才是第四只虾而已。浮标又被带着跑了，希望可以起来一个号就好了，真的。有，哦，各位啊，你看打到他的雷达板了。各位啊，看，连这只虾子也是勾到它虚虚起来的。不过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啦，我们先去收竿头，因为这怎么弄好像都差不多。OK 啦，那么就收竿吧。各位，那么来算一下，我们今天钓2小时450元，有几只虾吗？然后我刚刚去捡了别人用过的塑胶袋啦。好了，那么来算一下有几只虾吧。OK 啦，我们今天钓2小时有7只虾啦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用台斤秤来称一下有多重吗？今天钓2小时有11两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们今天有拉到虾子就开心了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些东西收一收，我们到旁边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户外了啦。明天就是除夕夜了，可是这种小除夕，我人还在这边钓虾，就是好像有点边缘呐。
不过各位啊，你们在过年的时候啊，你们会跟家人一起围炉吗？还是你们也是自己过的呢？整体来说，今天这个消费啊，它放这个大小，我觉得是很 OK 啊，而且它也是十胜十放，一干半净啊。只不过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能力把它们吊起来而已啊。我就觉得说吊起来就是个休闲，不要气馁啊。至于今天这个环境，我觉得它对于屏东来说，它这家相对是一个还蛮单纯的钓虾场。在南部的钓虾场，大多几乎每一家钓虾场里面都有博弈的，我觉得算是南部钓虾场的特色了。OK 啊，那虾子处理好了，我等一下要把它带回家料理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喽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个旅途见喽，拜拜。